大家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来讲解一下玛雅2.1这个版本的一个安装步骤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到官方网站下载玛雅2.1的一个测试版。看一下左侧这张图片呢，就是玛雅2.1的一个安装的一个图片。当前安装的方法呢，类似于当前 3D Max 的一个安装方法。当你安装成功之后呢，当前系统呢会弹出右侧这张图片。点击左侧呢，我们可以进入到30天的一个试用期，右侧呢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当前软件的一个注册。当你安装成功之后呢，玛雅呢会显示当前的这个版本的一个界面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到我当前这个软件的一个操作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